这里是台南的东区巴克里纪念公园。现在是4点多，有人开始在运动。这水塘里面有很多鱼。有很多鱼哦，这边把它放大2倍。再把它放大，哦，好多鱼啊！好多鱼，哇，好多鱼！好多鱼，那边也是。哇，这鱼真的很多哎！哇，这鱼很多啊，密密麻麻。整个水塘里面都是这种无，这个好像是无锅鱼，很多啊。好多鱼哦，都是无锅鱼的样子。好，收回2倍，这是2倍大小，2倍大小还是看得到，里面有很多鱼。好，再收回原距离、原大小。鸟叫声啊，生气蓬勃的样子，非常棒啊！在这种疫情期间哦，这个公园比较好。有那种生气蓬勃的感觉，有鱼啊，有各种小鸟啊，然后现在是算春天吧，春天快结束了，春天快结束了，现在这种那个。应该算是草木扶苏的那个季节，植物都长得很漂亮，非常清脆，翠绿色的植物，很漂亮。很多鱼。穿红色的衣服都看得到了，有绳圈，哇，这个鱼真的很多啊。
环评上面能够买到二十的，是吧？那是方位得力，就是那个，他说带枪的那个，他说他。漂亮，这个水塘，然后旁边都是树木，然后那个叶子都是翠绿色的，很漂亮。到一只松鼠，这下面有乌龟，有乌龟，有乌龟。等一下，晚一点可能会有雷阵雨哦，有可能会有雷阵雨。哦，这边的大树，这边的大树都是那种，好像是酒瓶树啊，它的形状哦，那个。形状像一个酒瓶的样子，所以这好像叫酒瓶树。不晓得了，有的比较粗高大，有的比较粗壮的，种类有没有一样？不是很确定。像这一只它的那个根部很粗壮，这个也都叫酒瓶树吗？好像酒瓶的样子。这里很多酒瓶树，都是这种矮矮胖胖的，然后根部非常粗壮。哦，这里有四棵大树，这个树也是很粗壮。这个树，这树，四棵，这个树真的很粗壮。OK， 先到这边。